你是隔壁社区派来的密探，我们这里电了。美好的事物就要跟大家一起分享。油漆都是进口的高档货，这些油漆多有问题。在你们圈里谁最时尚？不知道。 幸福社区啊，环境也太优美了吧！怪不得总在环保社区大赛中名列前茅。不许动！是组长头，手举一直。哎，你怎么都不用我说，自己就把手举起来了？肯定也心里有鬼。我电影看多了，我是电影迷。不许回动！你先告诉我你是谁。 我叫小彩虹，我是到你们社区走过路过卖冰激凌的。我叫乌阿驴。谁问你了？哎呀，人家都介绍了自己的名字，我们不说自己的名字很没礼貌的。我们又不知道他是谁。我叔叔说，最近我们社区来了很多游客，走过路过就会摘的花。啊，那些头上戴花的都很可疑，保不准就是偷摘的。 哎，我这朵花可是在你们地上捡的，我来你们社区可不是为了来偷花的，我是来卖冰激凌的。偷花的当然不会说自己偷了花，这叫声东击西，瞒天过海。让一下，嗯，我真的是来卖冰激凌的，你们看，真的是冰激凌，真的。哎， 哇，好香啊！我还以为你们社区的环保贡献都是八一老爷做的，原来都是阿凡提呀！哈哈，我叔叔不捣乱，怎么就谢天谢地了？谁？谁在说我的好话呢？ 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卖冰激凌的。卖冰激凌？对对对对对。那个，我们阿巴幸福社区的规矩懂吗？这里是寸土寸金，你到我们阿巴幸福社区来卖冰激凌，是不是得教点那个啊意思意思？叔叔。啊。 小彩虹卖冰激凌不要金币，说说我们社区在这里变化就行了。对，我是不要金币的，而且我可以无限提供冰激凌。我这什么？八一老爷啊，你要不要尝尝我的手艺？白给我。嗯，好，我尝尝。嗯，八一老爷没反应啊，真住的。 太好吃了！请问，阿凡提家在哪里啊？那里，谢谢。是不是板子太小，接受的太阳能太有限了呢？不是。
是太阳能接收板的材质不够好。对，我应该试试钛金的。可是钛金呢，太昂贵了。是啊。你是谁呀？彩虹冰激凌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。彩虹冰激凌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。哎呀妈呀，这什么组合呀？阿凡提不做学问敢卖冰激凌了？不对呀，老婆，阿凡提这个家伙什么好事他错过过。我八一这辈子能欺负我的只有他。哎呀，累死了。阿凡提，大家都说阿巴幸福社区的环保事业就属你的贡献最大了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下一步准备要做什么呀？小彩虹，你这个冰激凌箱子是太阳能制冷的吧？这个冰激凌广告牌是太阳能接收板对吧？没有啊。有，而且现在只有隔壁社区掌握了这么好的太阳能技术。你是隔壁社区派来的密探，是来探听环保社区的事情吧？没有啊。啊，那好吧。可是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因为你卖冰激凌不要金币，而是要大家给你讲环保的窍门，而且你对太阳能接收板那么了解。我他都投身到冰激凌事业当中去了，这里边一定能赚大钱呢。这一定是奔着开冰激凌连锁店去的。老板，钱可不能让别人赚去了。你是怎么知道我的？你爸爸在隔壁社区普及太阳能，我一直很崇拜他，而且我还听说他有一个擅长做冰激凌又古灵精怪的女儿，热心环保，特别希望自己的社区也能够成为环保社区。这竞赛要公平嘛，怎么能打探消息呢？应该是交流才对嘛。阿凡提，哎，你说的对。其实我到你们社区一看，我就知道你们社区为什么总能在环保比赛中名列前茅了。哎，小彩虹，你能不能带我去见一下你的父亲？我想了解一下太阳能的使用。好的，走吧。老婆，他们走了。这什么东西啊？那没用就扔掉嘛。老婆，你们俩干嘛呢？我们电了，电了。小彩虹啊，参观完你们社区，我真是大开眼界呀！我也要在阿巴幸福社区普及太阳能。我的冰激凌车怎么不见了？阿凡提老师，阿凡提老师。我叔叔婶婶乌阿驴他们都被连电了。连电？我的自行车在这儿呢。他们一定是错误的使用我的太阳能接收板，现在里边储存了能量就全部释放到他们身上了。啊，怪不得阿姨玛雅头上的花开得那么大。阿凡提老师，你快救救他们呀。我也没办法呀。除非什么？除非他们把能量再传给我，我再传递回太阳能板，这样能量就可以重新被储备起来了。这也太危险了吧。可是阿凡提，是我自己先闯进你们社区的，一开始我只是想打探些消息，
好让我的社区能在比赛中获得好的成绩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却给你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。你们把手给我。哎呦！小彩虹，小彩虹，小彩虹，谢谢你的冰激凌，也谢谢你救了我们。什么呀？是他害我们连电的。珊珊，那你和叔叔为什么要先偷他的自行车呢？就是，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？小彩虹啊，我有件事想问问你啊。那个，你真是隔壁社区派来卧底的？是真想打探我们社区的环保秘密？嗯，那他们得防着点他呀。那，可是我现在已经不是了。哦哦，阿凡提已经成为我们社区的导师了，而且我明白了，美好的事物就要跟大家一起分享。嗯，希望我们两个社区都能成为环保社区。嗯嗯。八爷老爷，你这卖给我的什么漆呀？啊，你看见又是死皮的味儿，这路过家门口都能闻得到。你退货还钱，八爸。我八爷做生意向来是公平厚道，你说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，怎么不是？好，既然这样，我就用这个油漆把我们家粉刷了。如果我们家没事，那就是你有事，你就是没事找事。老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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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真棒！我一回来就看见咱家栅栏你全都粉刷了。那是那是。老爸，你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我就是出汗出太多，痒痒啊呀！老爸你待着，我去收租了啊。收租，我最高兴，我最高兴。哦，哎呦，我说啥呀？这身上是什么事儿啊？那么刺鼻子！树爷爷，快让我蹭，让我蹭，快去！哎，你身上什么味儿啊？你快过来！你快过来！我不过去，不过去。嗯，哎呦，我去，不让！咦，哎呀，那也行吧。哎呀，干什么你啊？你别那么大声，我精神紧张。我大家反映你卖给社区居民的油漆味道很刺鼻而且呀，用过的家庭身体都出现了不良反应，比如说嗓子发炎，呼吸困难。你胡说。我的油漆都是进口的高档货。你说是不是？八爷，进口油漆颜色鲜艳，物美价廉。胖哥专卖11个金币一桶。胖哥，阿凡提老师，你要买油漆吗？啊，你这些油漆是不是从八爷那儿买的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这些油漆多有问题。我开始也这么认为，可我问他，他说他们家刷房子也用这油漆，他坑别人总不能坑自己吧？对不对？他们家也刷了油漆。哦，我明白他身体为什么痒啊。花驴，哎呦，哎呀妈，哎呀，你吓死我了！什么事？花驴啊，把我家房子重新粉刷一下，怎么样？没问题啊。给多少根胡萝卜？哎呀，花驴，咱们都这么熟了，还要什么胡萝卜呀？你每次都这么说。我每次都给你们家白干，你们每次都，是吧？反正不给胡萝卜，我就不开工。新刷的房子可真整洁，高端、大气、上档次，你说是不是啊，花驴？这是倒是，不过这油漆有一股刺鼻的味道。我刚好感冒，闻不到。阿驴啊，这房子一刷新，我怎么觉得东西都旧了呢？哎，你看看我这裙子，来，
刷了。啊，裙子也刷。刷。花你也刷。刷，刷。树爷爷，我给您化个妆，保证您年轻十岁。我是大树，要那么年轻干什么？这个颜色难道您不喜欢吗？树叶是绿色的，您是红色的，那多醒目啊！那汽车见了我是开车呀，还是停车？不要就不要吧，你干嘛发威呀？我是无辜的，都是阿姨妈呀的主意。王宇，你给我站住！哎，你们站住！哎，你怎么给我刷了油漆？我这么痒啊！哎呀，阿姨妈呀，你们家该刷的我都刷了，什么时候给我胡萝卜呀？让我想一想。我总觉得家里啊少了些什么。吴阿驴，你又想什么呢？你懂时尚吗？不懂。你知道在你们圈里谁最时尚？不知道。斑马。烦气叫我啊！叫我！我怎么听到有人在叫我呢？哎，树爷爷，您有没有听到什么人在叫我呀？没有。您这是怎么了？我估计我是得了多动症了。您这把年纪得多动症？不是。是，哎呀妈呀，给我涂的油漆。我就知道这八亿的油漆有问题。哎呀，哇驴呀，你又怎么了？谁把你变成斑马了？斑驴了。你到底说什么呢，吴阿驴？树爷爷，您能不能用您的读心术听一听吴阿驴要说什么？我的法力都消失了。啊！哎呀妈呀，你一定要给我刷的呀，美美的。没问题，我会把你刷成由红过渡到粉，再由粉过渡到绿。这几个颜色能过渡吗？我觉着全部刷上蓝色的比较好。可以。住手！怎么了？八姨卖给大家的油漆啊都有问题，家家户户用了人都生病了。大树被你们刷了以后啊，都得多动症了。啊！我大爷差点被刷了。不会啊，我跟吴阿驴都没事啊。吴阿驴现在话都说不出来喽。哎呀，还是这儿傻。还有，还树爷爷，不是，我这蹭蹭的，我这痒痒，痒痒。老妈，树爷，我媳妇叫呢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哎呀，别等。怎么了？你的脸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哎呀，你进的是什么油漆吗？你快把我的脸都弄毁容了！哎呀，老板，你这油漆怎么能粉刷屋子呢？你这不拆，那不是剩下的也浪费了吗？老板也不能呀！哎呀，阿伯姐，你快看看，这劣质油漆的辐射非常危险，对人体伤害很大。你们必须得离开这个屋子，离开之前，必须得开窗透气，开窗透气，整理干净，整理干净。好，老板，你去接林。我不去。你先到。
没清理干净你就别想出来。给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你们撒开、哎、啊！你看你给大家惹了多少麻烦。嗯，我看呀，你最好退货还钱。什么货还什么钱的？我那个游戏没有问题。这时候你还犟嘴、啊、你看你把我的脸都弄毁容了。那油漆到底多少钱一桶金的、啊、一个金币十桶啊？他卖给我十个金币一桶。你我不就挣个差价吗？再者你说了我怎么没事？你还说你没事、啊、你身上不是也痒痒吗？我在我这儿蹭来蹭去的。我知道、哎呀，好好，还你们钱，还你们钱，你们快给我解开，我这身上快快痒死了。光解开啊，你如果再抓痒痒了啊，你的症状会越来越严重的。什么？只能忍着。不是，这可是对你好。我对我好，给你们别生气。哎呀，八爷老爷啊，我给您挠挠。胖子，还是你好，来挠。十个金币一挠。我不要。哼，不回来。挠啊，十个，二十个，三十个，四十个，五十个，六十个，七十个。在哪捡了个神医？他怎么不给咱们看病，光顾着吃啊？太好玩了啊！那你们三个得的一样的病，清洗面部，保证药到病除。以清水泡此物，擦在脸上。什么盐？嗯，尝尝。你这个病啊，我能治。